直接汇款抖内很多吧？你看退区很多都把在下面那个留言处直接放那个账号，不是吗？我讲的有错吗？你去看退区那些女的，她不是都在下面直接放那个账号吗？我这个还好吧？我说下面直接放银行账户。找这个不会找到我又不会怎样，这个就账号而已啊，那什么，这还好吧？退区很多人啊，不是说单指某个人啊，退区是个大家庭。应该过了吧？这个腰柱平砍真的是不太够力，对不对？大家有看到？啊，对，抽奖，不行，等一下，再让你们期待一下，让你们。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边可以开一只小幽柱，这个也可以开了。这边可以开一只这个小幽柱，转个6C。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养到一个不行，真的养。再开一只小幽柱。哦，这个叠珠感觉应该是可以打死，还天降两组光。新珠这边如果说新珠够多的话，就不用开雷铲了。可以 ，Go！ 哎，他这个 CD 2很佛心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这关卡给你一个 CD 2哎，他如果给 CD 1就很麻烦了。好，再来下一关。这边是不是不能转板啊？还是可以？孤鹤鸟可以先开了吧？还是等一下再开？先开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光水，这有办法打死吗？先试试看好了。天降三 C， 过了哎、欸，干过了，这样居然过了6000万哎、欸！一回合孤鹤鸟，对吼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过的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先把右边的打死好了。哦，这个天降可以，我两只一起死了、欸，那我这边不就要把孤鹤鸟洗出来？我这边孤鹤鸟没洗，哇，还有那么久，我想一下啊，新珠骑手可以，我跟你们讲，让你们吓死。太漂亮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哈。
就是一个无脑的一个转租。港剧哦，我以前会看港片的，港剧我是没有看。应该可以洗得出来，应该可以洗得出来，应该没问题。哎，一回合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人送鹿啊，我看一下什么鹿啊，哪一只鹿？啊，这边全部被重置哦。不过幽助他有加这个转租秒数啊，所以还不会到这么痛苦。好，慢慢的磨过去，慢慢的磨过去。这边我要专心一点哦，各位。幽助队要临时通关了吗？是不是？可以。然后这边就是喜技能，喜技能。幽助队的回复力应该是可以的吧？我是很看好你的、啊，我是很看好你的、啊。两主星应该回得来啊，应该回得来。两主星应该可以。两主星回五万七可以，两主星可以继续。哦，这边卡星的话就开幽助。哦，等到这个眼球跳起来好不好？我们等眼球跳起来。卡星的话也还可以开这个啦，还可以开这个。嗯，欸，可是他这边只有五颗星欸，靠杯。这样子，我是很看好他的、啊。其实可以不用洗了，我是想要开眼球啦，我想开眼球。等一下，开这个。那新猪怎么不会变强化？就是。那我这个龙科是无视拼图盾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这边要把它技能全开了哦。哦，这边开眼球。这样子，然后不要削到木珠就好了。哦，不要削到木珠。龙科。直接吃大灵丸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开眼球比较爽。可是这个天降好像有点烂。这天降怎么才37啊？
OK， 我木珠，我有碟啊！你们以为我一样的错误会犯两次吗？怎么可能？包鬼啊！哦，27亿，啊，临时通关，准备来抽最后的十张。哦，买卡150点，皮卡没用到。对啊，好像技能太多了。你通关三次。